这些就是我刚采回来的栀子花，现在我就拿它来做菜吃。放点食盐，浸泡几分钟，把那些虫子浸泡出来。这个栀子花放了盐浸泡了几分钟之后，要清洗几次。下锅焯水，焯了水之后把它捞出来，大蒜还有辣椒干先炒焦，加点食盐，放点味精，好了，这个栀子花就已经炒好了。好了，收锅。好了，一盆特别美味的栀子花就已经炒好了。不知道你们吃过了没有？看，特别美味的栀子花就已经炒好了。特别好吃。